你干嘛？我送你吗？你走吧，送到了。我等我送到里面去，我看看。就是、啊，你还得送到里面去啊？不是，现在这个酒店的危险，你知道吗？就头顶上都抱着有什么什么摄像头啥的。你真能扯呀！我看看，就是这种厕所啊什么的，这啊这应该没有的，就是可危险了。我去看看。啊，不错，挺大。你进来也站着干啥？来。别举措，随便过。啥意思呀？啊？我就合计吧，就外面下雨了，完了我这点回去不太安全。啊，想留这儿啊？嗯，就看看呗，这不有沙发吗？然后我合计，嗯。然后呢？给自己选好地方了。啊，凑合也就待着呗，就反正不主要是外面下雨，要不然我也不想留这儿。啊。我回家睡多好啊。回家睡挺舒服。几点雨停了？雨停了就走啊？听这玩意儿挺那啥，就下雨完了之后又是雾，估计得明天早上得挺费劲的。哎，没招了。你也挺不情愿是吧？凑合一宿呗，那还能咋样？啊，那得开一个呗。你开一个我，嗯。也行哈。这是花那钱干啥呀？这衣服挺贵的。没事，我给你，你手机充上去了。不是，不用，你钱不是钱呐，大风刮来的。哎，没事，姐有钱。你有多？你有几个币子？哎呀，我几百块钱还是轻轻松松啊。行，我问。哎呀，不能说是问完恰好他就没房了吧？那我不知道，我得问问呢。啊。我估计不能吧。喂，哎，问一下，那个现在还有那个空盘吗？啊，没了啊。对了。啊，行，好嘞。你说这，真让你猜着了。我预言家。嗯。是吧？您猜什么？这啊？你是什么？你是狼人呐！我是平民。你纯狼人呐！我纯平民，真没有，不信你自己打电话问。我可真打了呀！你就费那浪费那个电话费没有意义。哎呀，你那么不信我？咱俩之间相处这么些年，连点信任，最起码的信任都没有，真没法儿。我骗你干啥？没有必要。几点？挺晚了，睡觉了。我还能再眯几个点？你看，四五点。我想跟你废话。我睡了，你在你这个小窝待着好，行吗？行，别熏着我啊！我睡了，我睡觉了。我不熏着你，我洗个澡去呗。滚！晚安。晚安。穿着裤子睡啊？我乐意。